柯震东抛沙滩海龟，胜利同天菲律宾开豪趴。예저와관련된모든의혹들에대한조사를韩团 Big Bang 成员胜利近日爆出叫小姐性交档案。28号，韩媒更加冒指出，他前年12月9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的阿曼普罗度假村砸了1800万台币办庆生趴，宾客包括曾在中国赴华的台湾演员 K。你看啊，爸妈养小，我们非常努力的改正，绝对不会再犯任何已经违法的事情。外界认为 K 演员就是有相同经历的柯震东，更巧的是他同一天还在 IG 现实动态 po 了海龟照片呢。而巴拉望岛正是有名的海龟产卵区，所以他当时真的在那吗？经纪公司表示目前没联络上他，没有回应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